当两个怀揣音乐梦想的人走到一块时，他们会这样。五叔了，总是你没有心，我也给你捂出一颗心。终于达成了，全一个人。还有这样。他们已经完全的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，就是他们干他们的，我们干我们的。溏心的夫妇下凡做买卖，一个敢要，一个敢干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一来就想直接白拿，太过分了吧？看我的，这个杯子量，我一说现在到你这个杯子。他肯定会砍价，我先喊高一点，怎么说也得这么说。八百，真敢说啊你，咋不去抢呢？看我的，你好八千，我给你讲啊。这没有几大千，是真下不来，你也别难为我了。看来这是遇到行家了，看我怎么给你吹啊，不是，看我怎么给你说。他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且保存如此完整，此乃不可多得的无价之宝啊！不要5888。也不要2888，只要998，你就带回家。对，这个网咋还扯了一下？八块八，多一分都没有。上面写一个广告。好吧，好吧，拿去吧。好，没了啊。这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看家小天才罢了。